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奶爸套利，我是老胡。我们来先看一下我们课程的目录。最开始呢，先讲一些概述，就是基本的一些情况，还有准备工作，然后讲最重要的选品和下单这两块儿，然后接下来讲一下收到货之后第三方仓库发货，以及亚马逊店铺的后台的一些常规操作，然后再讲一下售后问题，还有投诉怎么解决，怎么处理，然后还有最后的记账和总结。首先的话是来讲一下概述啊，概述的话就是说一些基本的东西，主要的情况啊。首先什么是亚马逊套利啊？它英语叫 online arbitrage，那说白了就是这样，亚马逊开一个店铺来买东西，只不过我们进货的渠道不是在国内，而是在美国的一些大型购物网站购买一些一二线品牌的、一二线美国品牌的低价打折商品，然后发去卖。总体的流程的话就是先采购进货啊，进货了之后发到我们的第三方仓库。这个第三方仓库是我们需要在美国租用的一个服务，就是帮我们收货的，因为我们是在美国购物站买东西嘛。然后它的英语简写叫 prep，应该是 prepare 的缩写，就是准备嘛，预处理。那预处理主要是个处理个什么东西呢？比如说一个东西在亚马逊卖50块钱，然后在沃尔玛它可能打折了。五折25块钱，我们就可以买得到。那我们能够直接从沃尔玛买了发到亚马逊去卖吗？一般情况下是不行的，因为首先沃尔玛它发过来的东西上面可能会贴有沃尔玛的标签，或者一些反正就是沃尔玛的那个标记之类的东西，这个是需要处理掉的。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它的，因为它是打折嘛，它可能会有特价标签，就是标它的。价格是25块钱，所以如果你不经过处理，然后直接发到亚马逊去卖的话，亚马逊的客户收到了之后发现，哎，我50块钱在亚马逊买的东西，怎么寄过来是沃尔玛的包装，并且上面还直接贴了25块钱？那如果你是客户，你买到这样的东西，你是可能会选择退货，可能会选择给差评。所以我们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，就需要一个中间的处理的这样一个过程。同时，他还需要帮我们进行一些商品的数量清点，看购物网站有没有发错东西、发漏东西，这些工作是需要第三方仓库来完成的。所以，对于我们在国内做美国套利的话，是没办法避开这个第三方仓库的。然后到了亚马逊仓库的话，上架之后就销售就售出，这个环节就是很常规的环节了。那基本流程就是这么简单啊，我们简单比较一下其他几种常见的亚马逊模式啊。首先就说这个线下套利叫 retail arbitrage，其实这个线上套利就 online arbitrage 就是从这个线下套利发展过来的。线下说白了就线下实体店嘛，retail arbitrage 还有 online arbitrage 都是美国那边本土主流的这种亚马逊的一种模式啊。说白了就是，如果你住在美国，那你可以去美国的一些大型的线下实体店去采购打折商品，然后发到亚马逊去卖。只不过后来互联网网购发展起来了，所以就有了这个 online arbitrage，就不需要去线下，直接网购就可以了。如果他们住在美国的话，你走线下套利的话，你还可以省掉这个第三方仓库的这个环节，你寄到家里，然后你自己处理，然后自己发货。发到亚马逊仓库去，但是对于我们如果不居住在美国的话，那就只有租用一个这个第三方仓库的这个服务。所以 online arbitrage 和 retail arbitrage 其实逻辑上是差不多的。然后接下来是批发，批发不用多解释了吧，其实就是去找批发商，然后拿货，然后发过去卖。它跟套利的区别在于啊。套利，你一般是去零售的这些购物网站买东西。零售的购物网站，它一般不会给你发票 invoice，而给你的是那种购物凭证、购物小票，就应该是英语是叫 receipt。而批发它是可以给你发票的，就是正规发票 invoice。发票跟小票的区别在于，你如果想去申请某一个品牌的销售权限，你是需要发票 invoice。去向亚马逊申请的，而小票是没办法，基本上没办法用，没办法去申请成功的。那批发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它的会有一定的资金门槛，
因为批发商他不可能你去给他拿几件货，他就给你批发。一般来说，他有个最小的数量、起订量，或者说一个最小的金额，比如说1000美元、2000美元或者多少。所以说，对于小资金入门来说，做批发的话，它就比较不灵活。那批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，美国的这种批发商，他对于美国以外的公司的话，支持程度是不是特别好的。就是你一个中国公司，如果去想去美国的批发网站拿货，很多的这种美国批发网站它不支持的，所以批发比较适合由美国公司的人去做。还有一个情况就是说，批发它虽然它是特点是货源稳定，但是呢，它的这种利润率其实有时候是比不上这些零售网站的打折的，因为零售网站有时候在搞活动的时候，它的折扣是特别大的，所以有时候利润率批发是比不上套利的，主要就是这几个特点。然后接下来就是精品和铺货了啊，这两种模式是国内非常主流、非常热门、常见的两种模式了啊。精品说白了就是你打造自己的品牌，你去阿里巴巴或者是工厂或者其他一些自己的渠道拿货，然后贴上自己的品牌，然后发到从国内发到美国去卖，不一定是美国啊。做精品的话，它的就是店铺的国家区域就很广，你可以在美国卖，可以在欧洲卖，可以在日本卖等等东西。但是套利的话，一般来说我们还是在美国的居多，美国比较成熟，其他的国家和地区我这边不是很了解了。那铺货呢？铺货其实就是在亚马逊上传非常多的一些商品信息，就是靠数量来取胜。你铺货铺多了，那总有卖出去的。然后总有出单的，然后铺货的货源的话，一般来说很多是就是国内一件代发或者是 drop shipping 这种。那金铺呢，那是应该是属于精品和铺货之间的这种界限吧，它是比较一个金铺啊，我说实话不是特别了解啊，反正定位上来说就是这两者之间的一种东西，而且铺货有时候你会去跟卖嘛。跟卖这个东西啊，从逻辑上来说是亚马逊是支持的，因为他希望卖家去卷嘛。我们做套利其实也是跟卖，那其实国内玩家很反对跟卖呢，主要是因为国内玩家主要是做精品的这种模式，那相当于是打造自己的品牌嘛。我自己的品牌我在亚马逊卖，我肯定是不希望有其他的店铺来跟卖我这个东西的，因为相当于是我的蛋糕就被分出去了嘛。铺货的话，其实我就非常不建议了，特别是对于个人卖家来说，因为你铺的货越多，你产生侵权的这个可能性就越大，并且，一般来说常规铺货的这种模式啊，他拿的货啊，那的质量或者说他的侵权的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大的，你铺的越多，你侵权的，然后那个店铺出问题的概率就越大。如果你是一个大的集团，把店铺的生死本来就是作为你的一个成本，然后你有很多店铺来铺货，那种情况下应该还是不错的，或者说，有不错的利润空间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小卖家，你只有一两个店铺，然后你去玩铺货，你的店铺死了之后，你的这个成本对于你个人来说成本就非常高了。所以我是不建议铺货的。所以小资金，你如果想尝试一下亚马逊的话，我建议的话，要么就是套利，要么就是低阶精品。什么叫低阶精品呢？这我的理解就是说，你没有自己的工厂渠道或者其他一些比较上层的渠道。你只有去阿里巴巴拿那种公模的产品，然后贴上自己的品牌去卖，没有什么，就是门槛比较低，没有什么护城河，那这种的话就是低阶精品。那低阶精品的话，就需要你对选品有非常好的这种能力吧，你能够选到竞争相对而言不是那么激烈，但是有销量的这种东西，那你还可以去操作。而中高阶的话，就相当于就是你有自己的工厂，或者有自己的工厂渠道，或者其他比较上流的渠道，或者你有资金和想法去定制一些私模产品，就是有自己的想法，那就是真正的打造自己的品牌、自己的产品的，那属于中高阶精品。但是那种的话，需要的时间和精力还有资本，我觉得都是相对而言，比低阶精品会高很多的。套利
其实它的本质，我觉得就是在亚马逊开一个小超市的那种感觉。你小超市，你需要有自己的品牌吗？你不需要，你卖的都是其他品牌的东西。而精品，你是卖自己品牌的东西。这两个区别，这是本质的区别啊。所以涉及到其实有一个侵不侵权的问题，我们待会儿来说啊。套利的本质啊，它是去跟卖美国的一二线品牌的美国品牌这些东西，我们就是要找那种，排名比较好的、销量比较好的这种商品，我们去卖他们。那说白了，它就是已经有流量了，我们不需要去找流量，我们是需要去找货源。套利是有流量，然后我们需要去找有利润空间的货源。而精品的话，你的货源是很好找的。你在国内阿里巴巴或者什么渠道，你能够找到货源，但是因为你要贴自己的品牌，你需要去亚马逊上面建你的商品的 listing，商品的详情，你新建之后是从零开始的，这个时候是没有流量的，所以精品的话，其实相当于是你有货源了，你要去找流量，你不管你后续的 listing 打造或者是做测评，还那些东西都是为了找流量，有了流量你才能有销量，才能卖出去。这两个，我觉得是这两种模式的本质区别。一个是有流量了，我去找货源；一个是有货源了，我需要去找流量或者打造流量。